菩萨们，新年快到了，过去一年给我们真的是平安有福的年，所以我们要时时感恩过去啊，慈济人都说啊，我真不赢呢，啊，社区的活动哦，真多哦。那这一波的疫情，我就开始说停停看，外口的活动，那咱是不是说停落来？但是呢，重要的还是要如常，在人与人之间呢、啊，互相勉励。文华，我在94年受证，那在受证之后呢，这过程当中呢，也承担了干部哈，我曾经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瓶颈，有一次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难过，然后我就曾经有3个月、半年都不想再出来了，直到去年参与品书会，其中读到穷子玉的《菩萨立愿上求下化》的其中一段“菩萨精进行忍辱”这一段的时候，让我整个心突然的敞开了，敞开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品书会对我来说非常好，非常重要，法真的是很重要。当下我告诉自己，我怎么没有在早几年赶快精进闻法呢？我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生气、短暂的发疯这样子。法真的要在生活当中应用。逆境来的时候，真的让我很苦、很难过啊。可是今天我读了这些书的时候，我慢慢的看。慢慢就细嚼慢咽，慢慢的品尝之后，内化自己，就想到难怪上人一直在讲，有法你就有法度，无法你就无法度，要先内利己呀，先观自己呀、啊，先修自己呀、啊，不是一直在看别人呐、啊。我就感觉讲，哎呀，同款一个人，走入组织，人伫咧甲我带。啊，我就是配合，所以一感动，一欢喜。一旦呐、啊、修成了后啦，那都要承担咯。那来面对人生的苦难，因为咱既修成啦，以佛心为基心。以素质为基础啊，咱呢爱走入灵魂，为苦难众生，咱爱去听，用心听，咱爱了解，咱都爱跟咱的团队啦来看，来讨论，虽然是看法。咱呢，那会当啊，合和和谐，心那当齐啦。咱所做的一切，拢是真准确，袂去予伊偏差去。啊，这都是师父在那伫咧讲的，藏观的精神。迄、那个藏观呢，那咱。一条一条锁啊，锁啊，就是系统。每一条锁啊啦，咱的委员或者是组成，咱要有责任，甲社会的人，因一个无了解组织，咱呐爱一互因了解社会人间呐、啊。需要真多代志，
咱去处理呀、啊。所以亲像呢，一枚散落的米，安尼散落去啦，也咱呢都该合集起来。啊，合集起来呢，咱也无用方法啦，迄、那个米呢无法度结合。所以咱就利用这里，利用啦、啊，利用呢，迄、那个德孝啊，啊德孝啊，提来呀，啊唔是孝啊，慢落来都会当用呢。德孝啊，咱爱个经过功夫洗啊干净，咱阿哥再放落去烧水、滚水。安尼杀一个，伊叶啊才会嫩，所以啦，修修渐渐呐，爱经过了几次的方法，那你放落去，做了放落去，咱阁爱有功夫，把这个叶啊，爱阁再安尼合合起来，安尼呢，变作。四角是三角形，哎，有这个手势啦。几条绳啊，一个串；几条绳啊，一个串。这几个串呐、啊，该串起来，会当两对的骨啊过去，咱都会当讲哦，把个整整齐齐啦。啊，你讲，这是不是犯呢？所以讲合法。是法非法，但是呢，无有不是法。所以咱爱得其善而从之，其不善而改之。那过去的过去，总是呢，去予无明贪欲一点一点把咱砍掉嘞。这个是烦恼，这个烦恼呢，真自然呐。外面的声音给咱刺激一下，明明一句的好话啦，那就变成了你在咧讽刺我。人给咱播一个讲啊，你真了不起呢！啊，卖啦卖安尼啦，你搞我糟蹋，有人安尼哦。这种的好好的一句话，转一个念头啦，该偏差该碎，就是人对咱伫咧损害，这是咱家己损家己，唔是别人伫咧损咱。咱人生会当做定呢，真简单呐、啊。卖想遐济，卖计较遐济啦。所以师父定啊，甲大家人讲，我讲吼，哈、啊，我这世人呐、啊，实在是对家己真感恩，也对家己呢，讲这世人无后悔，也无遗憾。也嘛真赞叹家己，我这世人与人无争，不管人对我安怎，我呢都、就是感恩啊感恩。也是无听到我做无到，甲我提醒一下，无听到我也未做诶，伊甲我讲大声，互我较注意一下。这种呢，时时拢爱讲感恩呐、啊，安尼咱的心会真真平心平气和，那我都会当讲想真多代志，我过去啦，拢定来袂记哩我几岁，也唔知影几岁，最近呐、啊，我拢吼。走路若小偏一下，我就说，啊，八十多岁啊，
啊，这个念头若起呢，我就搁家己警惕一下。五十存落来，我重新开始。所以呢，即妈妈才三十外尔定，三十二日无，即妈才开始当要做代志。所以，甲家己呢心宽啦。啊，个真济代志，咱爱去捌，所以咱爱学，所以三十二日，咱即嘛，即个咱的人生方向，才是真正对准、稳在方向正确，咱才要向这条路行，所以这叫做三十二日。